啊，这个是德国十一克电眼，然后呢，它使用的方法是很简单的，这里有加和减两个按键的，我们需要两只手来操作的，我们两只手按住这个加和减，就是说一按就松开，一按就松开了之后呢，我们就要在两张标的间距这里来回移动2到3次左右，我们先把这边螺丝松开，然后我们就往上面移，再往下面移2次就可以了，然后再按一下减号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现在这个位置不知道是标签有没有出完的，我们要进入触摸屏里面手动操作这个外面，然后我们点单次出标，然后这个标签看到有，它是没有出完的，没有出完的话我们松开把它往底下移，它就会出，你往底下移多少就出多少了。现在我们差这么多，我们要移到这里来大概，然后我们再点，已经是完整出完一整张标了，每次点呢都是出完一整张